哎呦，我的！我挖东西就跑到他身上。你身上会有熔炉跟箱子那些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再说了，感谢小基地。你们那边都在边界外哦。哎呦，从天而降的 creeper 差点炸死我，还好我在移动。哎呦，哎呦，啊、巧克力们，这是 creeper 吧？不是天梯哦，太扯了。你们是往下来上面的？对对对对。嗯，怎么下去啊？有后面有阶梯。阶梯？还是我放水？你放水好了。哎、欸，哈基，你有那个哈？那个？我们已经边界来了，我们离开了。对，好、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哇，你来得及吗？我也来不及了啊啊啊啊啊啊！我、啊啊啊啊啊、再见了。不是吧？哎呦，真的、哦？你有过成功吗？没有，看来是没成功。感谢莉莉三十，拜拜。跟被烧了，被烧了，被烧了，拜喽。没关系啊，你们有天眼兵啊。哇塞，聊天聊太久了。哦，原来是在那个位置哦。Say goodbye。来偷看一下对面。我还在逃，我还在逃。嗯。哎、欸，那个繁星后面有水桶跟岩浆、啊，有安全区内的。哦，我也差一点。我们在第十一层，他进你了。第十一层啊？对。我的五度。好挖去。这里有怪，这里有怪。那汪汪，我们附近有什么好宝吗？哦，先看一下你们附近哈。还是先看一下他们的状况。哈基，你往下挖会有一个峡谷，但是要小心有蜈蚣。然后巧克力的话，帮我们看有没有钻石。Diamond 哦，Diamond 黄金，目前没看到。哦，哪里呀、啊？四七二。在巧克力正后方有一个非常近的，哦，对，就在你们旁边而已。你们先挖离开比较。繁星，这里你刚挖的。哎，这里已经。X 走安全，甚至 Z 走。啊，汪汪，你说什么？哪里？没事，没事，没有，附近没有钻石，黄金、钻石都没有，都没有。那他们的状况如何？我看一下他们的状况哈。他们旁边也是一座峡谷。他们也都四个人齐聚。然后，哇塞，他们很近的地方有一个。这是什么？哦，他们有一个那个深怪塔，但是他们没有看到。四人齐聚，四人铁装吗？看一下哦，有铁装，有铁装，哦、对，四个都铁装。哎呀，我被偷袭了。先看一下你跟他们的相对位置哈。对啊，有机会我们可以在发光之前过去先守一波。离得远不远啊？哦，好像离100格左右。做铁镐。嗯。努力发威，天眼兵。但是又好像不太近。白星，我给你了。对吧？你刚不是爆了？刚是你爆吧？我没爆啊。哦，我有补充。哦，上弹夹哎、欸！咳咳咳。哦，我找到了，你们距离很远，超远。他们在秀胆吗？嗯，然后你们现在这样挖过去是一个完全没有东西的地方，很黑是不是？啊，他们的位置在哪里？全黑的，钻石包覆我被发现了。他们的位置在你们现在左边，不，右边。哇，你吓他们是不是？再给你。对，没有，这也是给你的。啊、你不用哦，我血已经要没了。哦，也是啦。那个他有在往我们这边挖的趋势，但是很远，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安全区。对啊，嗯，这样我们有一颗金苹果，我们苹果哎，刚、欸、好有一颗，还好刚刚有打一颗，对吧、啊？这附近真的好穷啊，我们可能要用那个挖鱼骨，看没有地方的地方，可能才会有。我想，哎、哦，哎、欸、是，岩浆地呢？哈基，你是要往后挖才可以碰到他们呢、啊？哦，我们附近有岩浆吗？欸、我在附近。
岩浆是不是？啊、岩浆应该都看得到、啊。岩有很远。啊，都很远。你们这附近都是黑的地方。嘿嘿嘿，我们跟他们之间是不是这一块黑的？对，都是黑的。啊、那然后再问题啦，再隔一个峡谷。我看到哈基的 ID 了。听到挖东西的声音了，没有没有，挖你有感觉吗？那都是你们，对，我们要先汇合，嘿嘿嘿，有感觉了哈，有，很有 feel， 有 feel 就好，有 feel 就好，让你舒舒服服的过来，太舒服了，哎。垃圾都吸回来了，白痴哦、喔！我就猜你在干嘛，一定在弄垃圾。有宝物的地方都在那边，他们还做床嘞！我的天哪，感觉很悠哉。有箭矢吗？我身上哦，我两根，四根。都在外面。我都在外面。四九五，往继往前挖，继续往前挖。啊，来你这 AA 后面的我搜一下。关键我们要移动了。知道，我在搜垃圾。不然我在搜熔炉。而且可能是还要上去哦。你们要不要考虑尝试挖很远的岩浆？我们要先去安全区。对啊。好，那你们先去安全区。要抢空中吗？嗯，看一下哈，他们我忘了地表是多少啦，可是好像很高啊。看一下他们的状态，先找到安全区吧。他们这边是安全区。我挖下，好，可是我上死稿。你死稿、啊？因为我刚提稿爆了，身上满了，我刚才烧铁。我上，我还下。你下。往上往下都是空，可你挡到我啊！我上。哦，你们可以往左上挖挖看。来，我们到安全区。哦，好，等一下哦。Z 左边，这里。左上，嗯，因为你们右边有一个边界，可以先。没办法，我们要先逃。开心。来了。哎。哇，这草土，大家要跟上哦。可以，这个通道我可以直接跑过去就好了。啊，好多怪哦，不管哪个洞都是怪哎。陷阱有陷阱，知道历史了。跑。啊。我有看到歹门，但是在边界，而且是离你们非常远的边界。哎、啊，那就不要了，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。还在逃，我们还在逃。等一下，我没火吧？好。嗯。嗯。大姐，我怕你等一下没办法拐弯啊。啊，我在你后面啊。好、嗯。你现在是问我在挖吗？哎呦，来了，差我吧，来吧，差我吧。先进怪物区哦。哦、不是他们，你们最好稍微靠左边一点，才可以直接打到怪物，不然你等一下会转角遇到一大堆爱。我们先要碰喽，一大堆要来喽。前面有 ID 的感觉，他们是在前面。对，但是你们中间隔了一大堆怪物，所以没什么好怕。我们往下挖，往下安全啊。我可以教你们挖到他们的那个通道。好，就这样一直挖。好多、哦，很多怪哦！好，可以开始往上挖了。好，听到尤伊的声音了。尤伊，安德吧。然后往前，安德，往前，往前走，往前，好好走，好。然后右转弯，然后呢，再左转弯就是他们。右转再左转，到闪电了。好，对，这边左转就是他们了。好，欸、看哪一点？瞄他。哇！他残血！哎、欸，他们下来了，他们在眼后面。给我烧到！我烧到！我烧到影月了。好、啊。影月完全走不了。我收一下筒子。好。有干掉！可以！团团吃金苹果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我的水嘞？水捞了吗？嗯。我
我死掉了。好好好好，这里地上都还有，可以尽量用。小心，他们有弓哦，他们有弓哦。我用弓，我用弓。我是你哦，好好好。对，灌肚脐，灌肚脐啊，灌炸了。我在看到他们的位置了。哎呀！我杀到，我杀到，我杀到！厉害！杰克，杰克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杰克在女仆，女仆你在哪？看到了！往他，往他脚脚！挖脚脚，挖脚脚，挖脚脚！哎，小心他岩浆，小心他自己帮自己岩浆！哈哈哈哈哈！大白旗！哈哈哈哈！宁可自己烧自己啊！何必呢？爆笑！还有床哎、欸，还有一张白色的床，到底要干嘛？上去！好。自己没有红，你们要往前按，你看，自烫啊！自己烧自己，真的还坐床？他怎么会再烧起来了？有人放岩浆吗？也不对啊，没有啊。我这附近到底是怎样？哇，那边真的好多怪哦，超多，收边界的关系、啊，绿油油的。哇，旁边有生怪砖呢、欸。哇，我刚说你没看到。对，如果刚刚是我们没有过去那边，我们没到这边、啊、哦。对哦，你们有天眼兵，我都忘了。对啊，被夹死的天眼兵。我们天眼兵，你们这边有天眼兵，你们就天眼兵最关键就是在这里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也都在逃边界，没用。但是最关键这里就是我们往下挖，然后接上来你们的矿洞。对啊，嗯，谢谢王王过去，死的不错。喵。你知道为什么天眼兵吗？那时候边界说过了，我就汪汪赶快跟我走，然后就走超远，然后找不到路，我也被夹，然后汪汪就完全没办法跟到，就被夹死了。夸胡笑，我说汪汪你还 OK 吗？不行，哦，好吧，拍，没办法，地表好酷、哦，好恐怖哦，好绿哦，我们一开始几乎找不到动物哎、欸，我们找到废矿，好多动物哦。是啊，然后一种很高的地方有妹而已。对，170跟164。我们有妹有鸡，没了。哎，废矿有宝箱哎、欸。有啊，一个，可是啊，真要开，真要看。啊，打错了。所以你是变回来然后被夹死了吗？哎，怎么大家都死了？又一个又一个又被夹死了。那白痴！哇，哎、欸，这个好棒哦！附魔接苹果哎、欸！哇，附魔接是假的。对，糖糖在哪里？还没有在 UHC 上看过哎、欸。TP 我，我、哦、看到了。对啊，哇！我们输的话，我、哦、拿会变那个，我、哦、拿就变成，可是也是很棒啊。金砖换过来了，哇，也是很棒哎、欸。刚刚生怪砖那边也是附魔金苹果，对，哇塞，哇，好猛、啊，会有一颗苹果八个金砖，哇，星子星子点满了，点满了，没有，点满了，真的是有点有差、啊，可以做黄金甲了，对，哇哈，这里另一个箱子有一个金苹果都有哎、欸，哇，好猛哦、啊，哇，你刚刚是在哪里啊？我们其实有想要探，可是我们要过来的地方就是那个毒蜘蛛。嗯，然后就完全不敢来了，敢还绕一条绕一个路，哎、欸，又是毒蜘蛛的我们是走那个峡谷下面，哎、欸，对，峡谷那边过来，嗯，所以其实还很远，都是毒蜘蛛哦，嗯，而且那边要探超远才有办法，燃烧二附魔书。哦，这也不错。对啊，因为铁那么多。好、哦，这边有一个燃烧二，这好多好多矿车箱、啊。鱼叉二附魔术也太多了吧？干，哦，你蛇头妹啊？对啊，蛇头妹吧。舞美，你有印象那个红白大对抗有一个是蛇头王朝吧？就是他。嗯。很像乌鱼子的那个。哦，把人家舔死！
哎呀，好可怕，石头。好了，好，感谢，就这里吧。大家辛苦啦。有机会可以再来波涛一下，波涛一下，波涛好玩，波涛好，真的波涛好玩，好玩，真的。要切回来。感谢大家收看，结果也没达到什么这个钻石装，嗯，巧克力给的，结果也没用到震动。哦，在边界外啊，好啦，好好好，嗯，来收尾吧。那感谢今天收看，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，大家晚安，今天没有晚安了，拜拜。我好累，我想要想尿尿，拜拜。